他是当今曹营将军的公子，曹少帅，他要是死，你们整个城的人都得陪葬。放人！围城中最大的危机，这个坏人来到，这个是没有一个勇气去面对。整个世界真的很需要一些大侠出手，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把正义扶持。非常男人兄弟故事。好像认为一个好基友一样，帅哥，武功没你高强，但是我还是个帅哥。我喺呢部电影里边饰演一个保卫团队长，胡椒伦系一个杀人打烂嗰个人，佢嘅兴趣系杀人。面对强者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去处理？你会恐惧？给我一条生路吧。保卫团组织介绍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勇敢，最有必要就是由娄青云跟彭于晏怎么去面对其他的反派。不信，想看吗？